天，六月忘记，就是大家就是哎这边这一次，对对，后来官方没有跟我进去，但有发过一次传票。我那次也是我几天不在家，我回家发现时间过了，但也没有写室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就是这么大家知道。我最后说一句话，我什么时候变巨星了？为什么最近好像大家对我非常热情？最近的事情，其实保险真的不方便透露，但我当时忘记了，因为保险业务员沈大哥有打给我，我忘记了。其实我有跟前几年工作不好，然后其实有跟保险公司有一些借款，但是现在我保险金领了之后，把借款所有扣除，我还是会有相当的金额。还没领到吗？还没，但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我母亲的死亡证明嘛。嗯，是，我今天来确认一下。所以今天会确认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如果今天找我室友是这样的话，是啊，是啊，因为他们说是侦查庭是不公开的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谢谢。